萝卜呢？咦咦！哎，大宝大宝，你在干嘛呢？你在？种萝卜呢？哎呀，萝卜不是这样种的，错了错了错了，都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，妈妈教给你不是这样的，过来，扣在这个上面，这个老爷爷放在上面，拧上。呀，再把每一个萝卜呀，我们种到这个土里面，种完了吗？哎，怎么还少几个呀？啊，少了。这个老爷爷咋看的萝卜呀？怎么给看少了？都看没了，怎么还少了这好几个？那妈妈帮你找一找吧，看看去哪儿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看看这个大鳄鱼啊，嘴巴里有没有，好不好？来，把这个大鳄鱼的嘴巴给它分开。哇，大鳄鱼嘴巴真的吃了一个萝卜呢，来，我们把它种上去吧，够了没有？还是少很多。还是少，哎，这里啊有一个马桶，我们看看有没有被这个马桶给吃掉，好不好？是不是扔到这个马桶里了？看看，哎呦天哪，这个马桶怎么还出水啊？我的天哪，臭便便还出水呢，哎呀呀呀，臭死了，我可不要，肯定没在这里面。哎，这里啊有一个奥特曼，你听，里边真的有声音啊。肯定在这个里面，是不是？奥特曼，你们懂的。哎，哎呀，不是在一边啊？不是，是这一边。哎，哎，哎，哎呦天哪！哎呀，掰开了，哇，哇，里面真的好几个萝卜呢。我们把它都种上去，好不好？种好了吗？种好了。我们呀，再拿卡片去抽，可以抽一个萝卜，是不是？我来抽一张卡片，这张。好的。